啊，我知道了。干掉嘞！订阅开铃铛，让你笑到被顶袂当。哎呦，靠背，有一个人上吊。啊，不是上吊，是不是？我误会你啊！靠背哦，踹一个，干你娘嘞！阿亮。他人呢？出来面对。他在干嘛？他这样看电视看到头塞进去是不是？哇呼！他踩着他过去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抽烟呐。哎、欸，靠腰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，好不好？有点生疏啊，哎，虫啊！对面有个梯子，是不是？虫啊！跳过到对面，是不是？这个有什么难的啦？他妈的侮辱我智商是不是？虫啊！有没有？跑酷是不是？跑酷是难不倒我的、啊。什么声音啦、啊？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呢、欸。花小。啊、靠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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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样？干嘛？干嘛？被鬼附身是不是？绕过他，绕过他，他不知道在干嘛。这家的人是都怎样？喜欢看电视？要干嘛？不能拉是不是？这里要干嘛啦？开门是不是？乖乖，他在干嘛？不要去打扰人家，好吧？妈的，奇葩有蚊子啊！快跳的！快跳的！啊！啊！快跳嘞！快跳嘞！怎样啊？看什么啦？快跳嘞！来拉一下，踩一下。给他锁起来了呢。我起来了，那要怎么出去？这一层楼不行，是不是？电梯上楼。哎、欸，要怎么又下去的、啊？哦哦哦哦，要去下面。我讲下去，下去找钥匙啊。哎、欸，找你妈啦！这个不是我们刚刚那边的吗？好悲哦，被关在这哦。啊，那可以出去吗？不行呢、欸。
一定不是从这出去的啊，这个没钥匙你出不去啊。停！不能停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干掉嘞！不是要抓着那个布吗？啊，再次，再次，再次！应该不是要抓那个布吗？不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这边就我们刚那边啊，靠背啊！那我们现在确定那个电梯是上是没办法那个的啦，好不好？这个门有办法开吗？然后嘞，是不是要抓那个布下去？我觉得是抓那布下去，因为你那个电梯下上去是没东西的。我再试一试，好不好？助跑。不是这样呢、欸，不是抓那个布下去吗？那他布干嘛要设计这样子？啊、哦！电梯到这的时候跳过去啦，来哦，准备哦，一次给他过，准备助跑，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太强！哎、欸，啊，我的伙伴呢、欸？啊，好悲，又被我放生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边没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兄弟，你在那边等我，我去找钥匙啊！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是智慧与运气的化身啊，好吧？哎，他怎么捡不起来？啊，插了喂！嗯，不是往这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啊，因为如果是往那的话，他就跟上来了。干嘛？他拿着是不是？白痴！嗯，那个要干嘛？对，这间应该没东西了啊。哦，开那个开关，然后再搭电梯上去，是不是？你进来呢？他不进来，那应该也不是那啊。可是往这走也没有，也没有其他动画啊。啊，再进电梯，再进电梯，应该是那个开关按下去之后，电梯会再往上吧。哎、欸，怎么不是往上啊？代志绝对不是戆人想的这简单。啊，到底现在干嘛？他是拉了会干嘛？拉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啊。
还是要从这再回去。可后面我看不到啦，你白痴哦！啊，这边怎么解啊？感谢 YISHEN 加入黄金频道会员。这边怎么解啊？那就一定是从这一间了啊。哦，也不是啊，按被卡关了，还从这窗户出去。情人节，今天是情人节吗？每个月十二号都是情人节，就对了。情人节也要有情人啊！欸，卡关了啦，怎么办？欸，指引一下啊！啊，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哦。他也不是啊，他妈的！开电梯出来，站电梯上去，送上去。哎、欸，你过来啊！你那边干嘛、啊？哎、欸。啊，躲在那，我怎么在拉、啊？妈的，过来，过来啦！来来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快跳呗！啊！太简单。没有个洞啊。啊，这边是要干嘛？这边就只是一个拿那个影子，那个影子不知道可以干嘛。Go go go！ 啊，跳嘞！速刷速刷！这边很多老鼠啊，要干嘛？把它放出来，是不是？我帮他开门，是不是？妈的，不会自己跳哦！
你进来啊，你干嘛、啊？啊，把他卡在门那里干嘛？哦，再把这个拉开，是不是？把它推进去，是不是？推不进去啊！妈的，是蚊子！哎、欸，打到了、啊。啥小什么东西卡住啊？物归原位，物归原位。靠腰，这里要干嘛？玩到我嘴巴开开、欸，爬不上去啊！怎么爬上去？欸、你不会进来帮忙是不是啊？妈的，进来帮忙啊！你去哪啊？从外面爬上去。看你闹的啊！这个视角会啊退费了、哦，从外面爬到这屋顶上哦，怎么可能爬得上去？格子那个可以爬，好了，我跟你们道歉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我来啦！呜呼！哇，我们这两个人也很敢的哦。
没问题呀、啊。妈的！没有，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那是因为我智商太高，我看到的人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是我想太多。Go go go！ 这里感觉要让我躲的哦，是不是有怪？哦，殺小！我厝要崩去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压不到我、哦，给给，紧走哦，想要放鸟啊！啊！哎、欸，没死哎、欸。靠北，我兄弟被压死啊！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靠北啊，兄弟！哇，拉不出来，靠北啊，这一定拉不出来了。哎、欸，靠北可以、欸，但你不能死哎、欸，你死了我会寂寞哎、欸，我一个人玩会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啊！虽然他是电脑，但是他陪在你身边，你会觉得比较没那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会比较恐怖一点啊。这里有很多积木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、喔。不知道干嘛的。什么声音？干他妈又有电视！又要摸他了是不是？这个电视我也不知道要干嘛的。电视要干嘛的、啊？电视，这个我根本看不懂他要怎么按啊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靠！那电视就是用方向键这边按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按哪，他我也看不懂他到底要按
然后要按什么东西啊？